你是谁的老师？我就是高高的，就是你，我是谁？就是你，就是你是大人的。准备不跟你唱了，别唱歌呀！就是你大人。嗯，哈哈哈哈哈！我被抓住了。你是莫瑶吗？我不是。来，你看着我来。你是莫瑶对不对？我是莫奇呀。有人，你是莫奇啊？双胞胎，双胞胎，我是你妈妈，我都不认识啊！你到底是谁？你告诉我。梦琪啊，梦瑶啊，到底是谁？梦瑶，那到底要打谁呀、啊？我打梦琪。我是梦瑶，就打梦瑶，就打梦琪。哎呦我的妈！